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各位唯心圣教啊，皈依弟子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早上啊，我们举行皈依典礼。啊，今天皈依的有541位同修。啊，我们也祝福各位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幸福，福慧增长。啊，今天下午呢，啊，我们要来继续共修《禅解金刚经》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是到达内在大智慧彼岸的一条路，到达我们内在心灵啊那一颗佛性的一条路。在去年年底，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训处处长啊，因为他的世间业报已了，所以就放下舍身回去了。啊，在今年的1月19号告别式，然后下午奉化灵归极乐净土，舍身归还给大地。啊，在那天下午准时奉化之后，啊，留下了啊舍利子，舍利子比一般的舍利子还大，一个手指末端那么大的舍利子，是水蓝色。而且发光，金光闪闪，留下了他的光辉，遗留千秋万世。延平处长，他自从公务员退休之后，就皈依王禅老祖。啊，在三宝寺读第四届，啊，然后在丰原开设道场，啊，广收有缘的弟子一起来共修，学习易经风水和宗教，尤其在宗教这方面。
他修的逆精进，我看出来，我知道他是来修逆精进，所以到仙佛寺来易经大学啊，也参与易经大学的学员弟子很多年啊，然后啊，在十年前啊，老祖啊封他为圆平法师，平段的平，圆平法师带领我们师训处担任处长，按师训处的同修，大家很努力的来培养师训班的同修。他每次跟我反映，啊，师父啊，师训处的同修不好培养哎。我说你就是要培养，不好培养就是要培养，要栽培。所以从师训处啊，一步一脚印的带大家来修行。啊，培养了700多位贤士同修，后来有的同修因缘不具足，慢慢的退道了。但是圆明处长跟我说：“师父，有的一直退道了，怎么办？”我就念了王禅老祖的八句真言。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。有缘则度，有德则助，皆顺天理，事事如意呀、啊！所以圆明法师，我就说师父谢谢，我悟了，跪下来顶礼。我说悟了就好，一切都是随顺因缘。佛陀在265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他悟到了，他所教导的学生，他没有硬性规定，都自由成长，很自由。啊，我们没有权利可以限制他的自由，他有多生以来的灵性，他都要寻寻觅觅来找多生有缘的人和法师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都没有跟他们限制自由，也没有制定教规法规啊，任由自然发展。所以有一次他的大弟子问佛陀，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佛陀啊，众生的劣性啊，那么的不好啊，为什么啊不跟他定一个教规法规呢？”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了：“众生的习性都带着累劫几千年来的习性，在这一生。”啊，我们又重逢了。啊，只是
他有他的习性，他有他的修行的自由，我们绝对不能障碍他，勉强他。所以这大弟子呢，就悟了，悟了。那么老祖王禅啊，他四十多年来也是道家慈航啊，来跟各位续缘。有好多次我们的同修弟子啊，都说师父啊，你为什么啊不约束他们的行为？我说我不约束你们的行为，行为是你们的自由啊，悟道也是你们的自由，成道也是你们的自由。所以老祖才向我开示八句真言：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，有缘则度，有德则助，皆顺天理，事事如意。啊，我悟了，我谢谢老祖给我这个真言，给我这个勉励，我将会顺着老祖八句真言来带领啊这一群有缘的同修，在这一生我们又续缘了。所以我们的修行和一般宗教的修行，修行是一样的，但是约束你们的自由，约束你们的心，我是绝对不约束你，不绑你们的心的自由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们要理解啊，万事由我不由天，我有我的自由，但是这条路啊，你们要走的路，曲曲折折啊，有你们的自由啊。所以你们皈依，我给你们啊这些皈依信条，都是自由的心证。好的，你们继续走下去；坏的，你们也可以继续走下去，走下去到最后的关卡啊，有时候你们会碰上障碍，因为你们有守护神，有你们的祖先，有你们的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会拖着你们啊，一直走下去，然后才可以恶报啊，这个冤亲债主啊，正符合他们的本意啊。那么我们往好的方面、善的方面去修行啊，即使短暂，你们遇到了很多不如法、不合理的啊，你也要承受啊，也要好好精进啊，这都是你们的自由啊，听有无啊？希望各位同修啊，老祖给我们的道法是自由啊，道法是自然啊，自然就是自由，自由有上下，上的自由是成佛，下的自由坠入恶鬼道。所以老祖给我们的修行是很清清楚楚啊，很分明的给各位了解，
所以我们进入中文啊，凡事要依止善的方面，我们来修行，才会有善果。否则的话，恶报恶果一定会到。你放心了，啊，这个恶报的回报也很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啊，我们既然进入门后，注入我们，进入我们，绝对不平，往善的去走，绝对不平。啊，离开出我们，啊，绝对不富，这个很明显的，入我们不平，出我们不富，这是老祖给各位的名言呐、啊。啊，听有无？有。大家要好听无？啊，大家爱好听。所以今天大家进入唯心圣教，唯心只有我们的心内开。内在不能欺骗的心，那个心是最尊贵的。我们在寻找内在的心是最尊贵的，在做人处事，养无愧于天，福无愧于地，啊，这个自然到最后都会成佛啊。台湾黎明，阎罗星空妙地现。所以延平法师，我跟他说：“啊，八句尊严，记住这八句尊严，去执行你的。”书训、书诸培训的法务，而且他也参加天地教啊禅坐班啊。我说你按照原来你修行的教文啊，好好去禅坐，然后你进入我的教文，按你的。一言一行也都受到天神列祖列宗的监视啊，所以你一定会成功的啦啊。所以等到他得了肝病要回去前，他似乎我悟到了，我悟到了，你知道了啊，所以他走了之后呢，啊，烧出舍利子这么大的舍利子，亮晶晶的。在这个礼拜一，啊，他的灵骨，啊，明天呢，啊，要把它进塔，然后舍利子要供在方圆道场。来加持护佑各位同修啊，都能够明心见性，修成正果。所以老祖开示：条条道路通罗马，条条道路都可以成佛啊！这是我们法门修行法门第一位正道的。成佛成菩萨的啊，延平法师，所以我们要为他鼓励啊，为他祝福，我们跟着
人生在世没有几十年，最多只有百岁，也要回去。我们回去了，你就留下灵性的光辉，和你的功德在世间呐、啊，这千古啊不朽的功德天啊。所以延平处长他走了啊，跟我要求要他的大女儿婉玲啊给他写传记啊，让他的爱遗留人间呐、啊，啊，给同学们啊一个榜样，啊，愿意大家都能够成佛，所以今天大家也皈依了踏上成佛之道的第一步，啊，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来修行，好好来反省、忏悔、往昔所造之恶业，皆有无始贪嗔痴、重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罪障今忏悔。大家一起成佛回去吧！啊，世事无常。啊，处处有好人，处处也有坏人。好人，我们就要学习好人的榜样、模样。啊，坏人，我们就放下吧。坏的行为，我们就放下了。过去的都过去了。啊，好的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啊，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自由修行的太多了，但是大家要小心呐、啊。啊，比如我在两个月前到岐山严景泉。啊，所带的班，岐山班的啊同修，啊香蕉大王，啊打完他把啊多余的香蕉啊做成啊各种的农产品的啊产品，啊我到了他家。啊，他的爸爸跟我同龄，81岁。啊，他爸爸啊，在地方默默的做，默默的行善，啊，不让人知。他到啊米家店。啊，将这个米分成一包一包的，啊，送到啊乡下附近，啊的贫困无依无靠的老人家，啊，给他们煮，给他们吃。从年轻做到现在，啊，都是。常年不断，到了大限已到，81岁，和释迦牟尼佛同龄，81岁，他就要回去教子了，所以他就与世长城，长辞回家了。啊，一些老人家，啊，村里长。打电话来说怎么没有看到他再送来，才知道他已经放下了，
回去成佛了，啊，非常恭喜，非常祝福啊，啊，这即是行善不为人知的大菩萨，愿他啊回去成佛，有机会再来，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，啊，人来世间上，受到法界、人间界、社会界给我们的恩典太多太多了，每天眼睛一张亮，空气、水和光都是给我们恩典呢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呢。啊，有一次一位先生，他来到仙佛寺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你只讲风水学，不讲佛学，不讲道学。”我笑一笑。先生啊，你误会了，你的想法太偏激了。啊，你早上怎么来？他说我从台中来。啊，你坐什么车子来？啊，我坐统联的车子。来到湖龟派出所，然后又走进来。我那么的请问你，你从台中来到这里，你坐着车子是公司的，一台好几百万的车子，啊，这个你是受到恩典呐，你应该感恩。你从湖龟派出所下车，用走的进来，这一段路是谁的？是公家的啊！啊，公家的是哪一个人布施的？哑了，傻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！你这一些都要感恩呢。你到仙佛寺来，你看到仙佛寺的景观很美啊，这些都是善心大德所布施的钱，我把它拿来建设啊。刚才你有没有去厕所？没有啊，我先去厕所，再来和你讲话。我厕所，你要不要用水？要啊，不然厕所臭臭了，我怎么样不冲？怎么样能冲掉呢？这些水，上天所给，众生十方大众。所交的钱，啊，厕所也是大家所布施，啊，种种都是十方大众的功德呢。这位先生突然哑了，讲不出话来。我说你慢慢想，你今天从台中来到这里，你享受到
多少人的福报给你，享受到多少人给你的方便啊，享受到统联汽车那么多员工的管理，你才有机会来到这里拜佛，哎，来拜老祖啊。那你，我请问你，我这是什么法？答不出来。那你们可以答出来吗？你们今天有的从南北那么远来，一路上都是经过别人所布施的路和桥，还有大自然给我们的空气，来到仙佛寺，空气非常的清新，松树啊，芬多精那么多，可以让我们深深呼吸来享受。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平常要从感恩做起呀、这即是老祖所开示的自由修行，无拘无束啊，只是我们要知道感恩啊，安尼敢会刻薄？不会吧？所以各位同修，我们来到仙佛寺，来进入仙佛寺的法门，老祖辛辛苦苦在全台湾建设50个道场，啊，法师、讲师都将妙法传给你们，保家心安的法门。啊，所以我在这个楼上啊，维新博物院的文字写了“禅机处处皆是禅”呐，在禅机山上处处禅呐，你悟到了，你就当下就成为有智慧的成佛了，啊，没有悟到了，到处走走，呼吸新鲜空气也不错，也是禅啊。所以同修，我们眼睛要张亮，你看到所接触到啊，这一些给我们的方便，这个都是禅呢，是上天给我们的，社会大众给我们的，也是国家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很渺小哎。阿拉曾经有一次，一位信众大德，他也来到仙佛寺要跟我挑战啊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你只讲易经按风水，不讲佛法。”我说：“请问你，佛法在哪里？”讲不出来，你脚踩的地方就佛法啦，头顶的天也是佛法啊，中间所有的呼吸都是佛法哎。啊，这位先生傻了，师父你怎么用这样解释佛法道法？我说你明天就跑，要追3:30，你现在
还缺一大票的钱，明天你要跳票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明天要啊借钱嘎票？我看你的脸和眼啊，就知道你最近缺钱缺得很厉害。他说啊，我有求佛哎，我告诉你，佛是2650年前的佛，啊，钱呢是现在的新台币耶，不是印度币耶，那你怎么办？这位先生哑了，我怎么办？叔，我怎么办？明天票跳不过去的。啊，我不告诉你在哪里可以借到钱，因为你借到钱也没有办法还。啊，所以到大殿，啊，看到中间是阿弥陀佛，没有胡须的，他就很高兴。我再有福气的这一位你懂吗？哦，王禅老祖，他是外道的。我告诉你，缺钱就是外道。啊，你事业做的都失败了，十做九败，啊，都是外道。我传的王禅老祖传的法是正道。啊，让人不缺钱，啊，让人每朝三两半，啊，好坏要投资，都是有理的，啊，只有用易经，才能知道要投资的人对不对。有如你两年前投资的，现在都了钱了了一塌糊涂，那样你怎么对得起佛啊？佛是不会做生意的。我说佛是给人光明的心，光明的智慧，那一切表达就是王禅老祖再度倒驾慈航传的易经、风水和宗教三宝。所以你今天要来跟我挑战，我不会跟你挑战的，我只告诉你，人来世间上要知恩、感恩和报恩，要知机，否则的话，你会尝到恶果啊！所以这位先生妈妈大号大哭，在老祖前的大哭。我说你哭也没有用啊，钱借了还不了，生意不该做了，你就去继续横冲直撞，因为我是拜佛的，可以赚到钱。你搞错了，佛不是人，佛是智慧者、觉悟者。所以你拜的佛，他给你是智慧，而你只一心贪恋
我是什么拜什么佛的嘛？事实上你拜错了啦。啊，所以他不哭了，趴在老祖前面的拜殿，我就没有理他，我就出来在做我的工作。等到一个钟头后，他就到处找我，他师父谢谢你啊，我现在终于悟了，终于悟到宗教的真实意，所以我要回去了，改天有机会我再来看你。我说好，我等着你。这一山，这个山禅机山还是在这里，仙佛寺也在这里，阿弥陀佛也在这里，王禅老祖、观世音菩萨都在这里等着众生啊！啊，他脸就发亮起来了，他回去了，向朋友去借钱，朋友借不到，亲戚借钱，勉强添他的牙缝。明天3:30，终于能嘎过去。所以这位先生突然悟了，拜佛不是每一样都要靠佛，我们要佛的智慧，一切佛名都是法，叫做佛法，一切啊法名就是道法，所以道法有3000×3000次方那么多。我说你啊，你回去了，你再来的时候再来告诉我答案。所以他就来仙佛寺，几个月后来了，他的钱都还光了。我说你最好的方法去变卖你的土地、你的房子，房子只能住的一间是最值钱，不能住的那一间对你的经济没有帮助。而天底下需要啊房子住的人多得很呐，啊，你土地买了那么大块的土地，土地也生不了财，所以土地卖给人家去做使用好了。所以他回去三个月内把他的房子卖了光光，只剩住的那一间，把土地也卖了光光，来还他的债啊，所以他的困难解除了啊，你就可以拜佛了。他再来的时候刚好我也在维新圣殿里面，还有众生来问我事情，他也来了啊，跟我顶礼说师父谢谢你了，我终于悟了，我现在身上无债一身轻啊。我跟他说你要记住，你不要只重眼前，像我们大殿有三尊，一尊是王禅老祖有去修，中间阿弥陀佛没去修啊，右边观世音菩萨
嘛无退休。那么请问，啊，你所拜的是哪一尊？他我拜的是没有退休的佛，而我拜的呢，我专门拜的都有退休哎，因为这些弟子没有把老祖的退休预热量，在呼吸还那么长，大家都有智慧，我的弟子大家都有智慧。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远，他有没有退休？没有退休，但是在唐朝画佛像的把阿弥陀佛唯有退休，观世音菩萨嘛唯有退休，因为观世音菩萨非男非女，应时代的变化而一个画家把它画成五岁修教修哎，但是他的神通力都一样的，都能千变万化，寻声救苦啊，大慈大悲。所以我跟他讲了，王禅老祖的法相，左掌天地，右施佛力，天地无我。啊，他老祖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有自己，都想到众生，啊，寻声救苦，哪里有苦的？老祖他随时会有化身示现啊，救度苦难的众生。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诸佛菩萨，他们要修成正果，一定一个原则，要天地无我的心，天地无我啊，才能修成正果。所以我在民国七十一年，王禅老祖降下来之后，在台湾祖师殿那里降下来，开口就说：“天地无我。”啊，就开始啊传四句偈：“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”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这四句偈太美太美了啦！所以诸佛菩萨都能够成圣成贤，都有他的长处，但是真理都是一样的：天地无我，天地有我。就是有私心，有私心的，你就没有办法成佛啊。所以延平法师啊，快走了前一个礼拜，我跟他说：“天地无我，好好悟，回去就好。啊，离开世间的色身。”有病苦，离开世间的色身是光明一片啊，所以就不会苦了啦。延平法师他点头了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就好，那就放心的回去吧，赶快成佛回去吧。所以今天他已经成佛，成就菩萨道了，啊，我们祝福延平法师，啊，他也在世间上已经成佛，已经成道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以此为鉴，啊。
维持为我们的导师，大家一起成佛吧。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